老铁们，比亚迪三月份的销量出来了啊，再次夺冠。三月份一共卖了193655辆啊，看着啊，我现在在比亚迪 4S 店呢，来让你们看看啊，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儿，毫无悬念。发挥了，飘。不用我说了吗？销量再次夺冠了啊！不只是夺冠啊，而且首次超越大众的销量啊，特别是今年这个第一个季度呗，一二三正好是第一个季度，销量首次超越大众啊！大众在中国都十多年了。就稳居第一销量，这次被这个比亚迪超过了。而且记住啊，比亚迪都是新能源车，纯电或者是混动车。来看一下啊，唐 EV 续航730公里，这都是主打车型啊，唐 DMI。 比亚迪起送 Pro，我就不想多说了，比亚迪无敌。